各位爱卿，今天找你们来有件重大事情要商量。重大事情？有一伙非常厉害的强盗已多次劫走官银，你们有谁愿意去抓住这伙强盗啊？听说这伙强盗非常厉害。是啊是啊。启奏陛下，微臣愿意去将这伙贼寇拿下，请陛下恩准。啊，你能对付吗？那伙强盗非常厉害呀。皇上。 臣自有妙计。那好吧，就有劳倒霉将军了。强盗们，你们还不快束手就擒？又是一群来送死的笨蛋！ 大伯，就让我去灭了他们吧。好，咱们一起下去。准备迎战，给我冲！冲啊！一群虾兵蟹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杀呀！冲啊！ 大人，我军抵挡不住了！别急，我自有办法。<笑>看来我们是赢定了。<笑>时机到了，看我的！快来人呐！<笑>不要过来，果然就不客气了。你不要乱来！ 放了我家大王，都给我放下武器，快！大人饶命啊！你们快放下武器，快听他的呀！把他们都给我绑了。是。哼哼，想要擒贼，就要先擒王。参见陛下。 臣已将这伙强盗抓获，两个匪首已经带到，听候陛下发落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倒霉将军，你这次可立了大功啊！这次我要好好的赏你。擒贼先擒王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作战的时候要抓住主要对手，也用来形容做事首先要抓住关键部分。大家明白了吧？
Thank you.